琵琶虾，有没有知道这个虾怎么吃的呀，宝贝儿们？我第一次吃，感觉长得好丑呀，这个虾。哎呀妈呀！哇，中间倒是有肉肉啊。还挺好吃的，这个味道确实挺鲜的，就是长得有点丑。而且这个肉还挺饱满，中间都是肉啊，再来一个，哇塞，把这个虾线给它去一下，这个中间还是个带黄呢。挺肥的啊，你们觉得好吃吗？吃过的宝贝给小仙女评论出来，好吃不好吃？没吃过的宝贝给小仙女来个双击。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尝试。它的海味儿特别浓，中间的虾线给它去一下。真的很肥，这个是虾头，哇塞，汉堡们中间一大块的黄，然后给掰断了。这虾就是吃起来有点费牙，那我这假牙挑战它就有点费劲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它牙掉了。